还在去。Hello， 阿门美格金的读者们，我是 Alan 杜伟伦，你们好。最近你都在忙些什么？最近我都在忙拍戏，目前我拍这两部，第一部是 ATV 的，然后还有一部是 NT7 的。然后 ATV 那一部我饰演侦探，就是一些好像有能力的，因为它是一个它是科幻故事，所以我是为了那个能力石去跟黑色他们那里的里边的黑色组织去打战，所以对。我在里面是演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侦探，对，算是那种有能力的、有超能力的侦探，是算是，就是因为他那个能力石，他能全部的能力都是源自于那一个他的能力石，所以我们都是因为那个能力石变成有那个怎么说 ？Super power， 有 power， 对。这样之前有挑战过这种角色吗？完全没有，但是我自己本身以前的时候很喜欢看 Power Ranger， 所以这部剧呢有一点像，因为它是有一些科幻东西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就可能不会有的那些，对，好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看那些Captain America。那些 Marvel 啊，那些就是完全不会有的东西都会出现在这部剧里头。所以对你来说有难度吗？挑战这个角色？难度还好，如果说应该说好玩吧，因为我们那个能力石是我们靠想象去把它，就可能它会弹起来，然后就发光，那我们就可能那个表情是要把它定住，然后它就会慢慢升起来，但是那我没有那一个能力，那是我的 partner， 他会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一起看着那个石头把它升起来，都发光这样子，或者是人家打我的时候，普通打的话就这样子打，就倒地。我那个我是需要，因为他一出拳，他不是直接拳直接打在我的身体，他是出了，然后就会有一股力量，就好像要不要大动作？对，我就会拖了2-3秒，然后。才弹跳去墙壁啊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是蛮好玩的，对。然后 NT7 那一部就是现在在拍，也是在拍摄当中，叫做《我的星光大道》。那里边，我是跟 JoJo 跟 Pauline， 一起合作。那这部剧就是讲说，艺人，因为我在里面也是一位艺人，就是艺人在台上的那些风光跟台下的一些他真正的真实人生这样子，因为有很多人都觉得说，跟艺人跟平凡人会不一样，但是真正艺人当他表演完或下了舞台，还是一个平凡人，对，然后会有很多很大的突破，因为我在里边角色就是算是很有艳福那种，会跟很多很多的女生发生一些关系，然后而且会有一些很让人看了会脸红心跳的一些画面。对于你来说，你是一个模特，然后之前也是有唱歌噻，唱歌对，然后最近又演员了，对，你会比较向往哪一个区域发展呢？我自己本身我想要成为全方位吧，就是可能因为我自己有偶像，然后我的偶像他常常会就是多方面发展，可能唱歌啊、拍戏啊，可能模特方面也会在时尚界也会有一些发展，然后可能在主持方面，所以我自己本身希望以后就是将来把一切，因为我现在的戏的方面呢都是在磨合期，所以我希望说赶快把它磨好之后呢，一起。